妈猫经过线人的安排，终于找到这部罕有的日本版第一代 Celica ST。我人生第一架车其实是一架second hand的，就是一架1976年的 Celica。这个 Celica 就是红色的，红色的跑车。现在今天呢就Anthony 借给我们的车呢都是一架1970几年啦，咁但咧呢架就是日本版嘅，同我当年揸嗰架咧，我架冇依架咁豪华添嘅，咁但系揸落嘅感觉咧，尤其是呢个踏盘啦，咁我当年我嗰架可能系属于香港版本啦，香港人中意桃木啦，咁就系桃木踏盘嘅，当然其实都可能系胶嘅。咁当年嘅感觉咧就而家翻嚟啦，因为冇风油踏嘅踏盘，慢车起步咧，你系要用少少力开顺一架车咧，个踏盘先至去翻正常嘅力度嘅。咁所有嘅嘢咧就系、是、真系当年第一架私家车嘅感觉。咁冇办法啦，当年中意第一架车，后生仔梗系想买翻架跑车，梗要红色嗰种啦。咁同埋。Celica本身咧，就嗰個曲線尾咧，有啲似同期嘅法拉利嘅，咁亦都好明顯咧，日本廠家亦都因為欣賞當年嘅法拉利啦，70年代、60年代嘅法拉利啦嘅車身線條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我都要抹下汗嘅，因為頭先上車之前，今日咧我哋試車咧係室外氣温31度嘅，咁。好彩呢架車咧都有後加到冷氣嘅，咁雖然唔係好凍，但係而家開始啲汗咧乾，可以享受一下。咁咧就話就話一架咧70年代嘅車，如果大家車迷咧資深啲嘅咧，或者係就算唔資深啦，上網 check 下，或者你係睇以往我都有編嘅雜誌咧，都有寫過噶啦，因為係我第一架車嘛，所以特別留意。如果冇記錯嘅咧，佢就係響。澳門賽道上咧，東望洋大賽咧，佢攞過3屆冠軍嘅。一架日本車喺澳門東望洋賽道贏過3屆，講曬啦個故事。即係話本身呢架車嗰、那個可貴嘅程度咧，都唔需要懷疑嘅啦，同埋佢個操控性能。咁依家就算呢架車咧，1970几年。几多岁啊？大家计下，我个心算比较渣，系咪30几咧？但系而家一揸落去，听下个引擎声，哇！嗰、那个好精神喎、啊。虽然车主同我哋讲咧，架车偶然会发脾气啊，会摊唔着嘅，要做少少功夫再先摊得着，但系。依家可能知道今日 Automomo 啦嚟試車啦，初戀情人嚟買啦，咁架車咧就好精神啊，精神爽利啊。不過咧就呢架係當年嘅1600cc， 就係四前足版本嘅。咁我當年嗰架都係噶啦。咁四前足就已經足夠啦，因為當年嘅香港馬路其實就唔係好犀利嘅啫。都唔會太多車，咁四前速對一架車仔嚟講，即係呢類車都係好鬼車身好輕，咁變咗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嘅。做一啲轉波嘅動作，佢個腳踏位咧真係一架70年代嘅車咧，個腳踏位咧，我覺得係比同期嘅法拉利做得更靚。我諗就係日本人咧拎咗好多歐洲車嘅即係嗰啲感覺啦，融翻入嚟呢架日本車度啦。咁佢做嘅時候咧，刻意將一啲咧日本車可以做到嘅優點咧，就喺呢架車發揮翻。咁變咗咧就係、是、架車好多嘢咧。都是為了要遷就駕駛人，包括揸手波就不需要扭歪個腳掌，這些呢都是日本車呢的工程師呢是特別做到這個感覺的。
而家諗翻，突然間青春翻去翻廿零歲嘅時候，我買呢架車嗰陣時候，我印象嗰陣時候好似係，我記得買保險都有啲問題嘅，因為新牌啦，我揸咗，我未揸未行擁有一個車，第一次買啦，要俾loading啦，咁架車雖然買翻嚟唔係好貴，但係當年都用咗一個月人工去買嘅。當年我嘅一個人工係4000多元，架車就係4000元。咁但係買保險啊，買保險我記得都要用咗1000多元嘅，幾肉赤啊！你諗下。咁呢架車如果要加速嘅時候4去拖翻3咧，我就中意用一下 double decat 去做嘅。咁佢嘅腳踏嘅呢只腳踏雖然有啲重，但係咧做呢一種嘅動作咧就好配合啦。揸順咗去翻四波，要爬頭做一個 double decat。三四波發揮咧，架車嗰、那個佢個馬力啊，唔係太大，但係速度感好強嘅。其實咁對好多車迷嚟講咧，如果你未揸過呢一款同期嘅斯力架或者係同期嘅日本跑車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可以諗下咧，去網上咧揾下會唔會有一架咁樣嘅 second hand 或者係。去日本找都有的，因為香港的車主我想不會放給你的了，拿著這架當寶，因為實在太開心了，拿著這架車。你只是想想，現在還有哪些車是這種胎盤，這麼幼的，過癮到呢，真的你沒辦法想像。還有就是它的儀錶板、腳踏位、全部都是 很男人 feel 的。我哋成日講男人的浪漫，我覺得呢架唔係淨係浪漫添，呢架係男人的激情，真係激情嘅。你上到架車度，你會覺得好過癮嘅，你係想同佢搏下力，同架車咧有啲溝通嘅。其實架車咧，其實豐田好少車咧能夠做到咧坐得好低嘅，咁斯力架係其中一架嚟嘅。咁後期發展嘅86啊，再後期再發展嘅 E922啊，其實的一啲元素咧，喺而家呢一代嘅斯力架咧，其實睇到嘅。咁個波棍嘅位置啊，好多嘢咧，其實都係做到一個就係正宗一架跑車應該要有嘅嘢咧，佢都有曬嘅。真係唔好話唔過癮。架車始終有翻咁上下年紀啦，咁我都唔捨得咧，好吹谷佢。但係做爭子嗰下真係好過癮噶。仲有就係好多謝咧，車主咧借俾我哋嗰陣時咧，架車咧係抹到好乾淨，白色喎，幾難處理啊！一段短短的路程，但是真的過癮到呢，不是很想落車的。那這些感覺呢，其實就是真的你要自己揸你才知道的。